好，回来了。哦，有了，有一个新的 document。哎，他的乱码没了，他直接告诉我说你所需要的代码是707906。上面会有写吗？118，118，有一个机器人，我终于看到了。哎，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这种细节。好，我们有了我们要的密码了，我们就赶快过去解吧。进去测试一下，现在这里的话110是有机器人，117是没有，112是这个，然后118是机器人，113应该也是没有，119是电池，这样啊，有了，地图重构成功，像这样子，这个是密码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内存盘放进去，准备备份中，请写入词典，完成26、8、34、40、100，弹出来，不就？我没个备份了，备份的会发光哎，我们不需要这个了。那备份的给你，啊，你还好吗？当然。那我猜成功了。是的，我觉得我需要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做 Prototype， 原名为先知机器人。我是为了迎接旧世界的旧世界的救世主而被创作的。等等，一个预言机器人，就像我见过的那个。哦，我说对了，你们看起来很像。嗯，现在在外面的先知机器人是我的简化版，也就是说，相比之下，它更低级，令人尴尬。嘿，对我来说没什么。你不了解，它不仅没有被治愈，它是专为这个更小更简单的世界而创造的。我不是，我在真实的世界结束前就已经在了。真实的世界？哦，是的。你不知道 Nico， 你还记得结局吗？什么？你既然找到了我，意味着这不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。你从以前就被召唤过来这个世界，好紧张。实际上，你已经旅行穿过了整个世界，通过了塔楼，最终，你可能把太阳放进去了，也可能没有。重点是，你现在在这。天使幽灵成功地绕过了仅有一次机会的障碍，又把你带了过来。我觉得有点奇怪。在房间里醒来时，我叫出一个名字，是幽灵的名字。然后我回到另一个机器人那，我甚至还问幽灵我们是否见过。当时感觉像是个很傻的问题。看来你意识到了，某种程度上，就是这种奇怪的感觉，是吗？我不是很记得在这个世界旅行过的事，只记得幽灵。这确实让我感到诡异。冷静，看，就像我的记忆是被锁定一样，你的也是。但你是个人类。你甚至不需要其他硬件来记忆，只需要闭上眼睛，集中精神。集中在哪里？试着在脑海里描绘一间全由玻璃建成的房间。无论你在塔楼之中看过了什么，顶端的房间都不会改变。好的。等一下，我不需要。想起来了，
他想起来了，他想起来了。等一下，哎，做不到。我去过那里，是吗？塔楼，我曾经去过塔楼。我们走吧。我记不起这么多，但有太阳的那房间，感觉就像是很久以前。这不合理。如果我已经完成了任务，那么为什么一切都没有变化？为什么没有任何人认识我？另一个先知机器人，机器人女士，没有人记得我是谁。当然不会，那些居民没有那个能力。NPC 的记忆不会保持超过一次的旅程之外。NPC 的记忆不会保持超过一次旅程之外。NPC， 他讲出 NPC 这个字。NPC 是 non-player control，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就是说不非玩家所控制的角色。NPC， 那是指角色，市民，世界的居民。他们以前的记忆都是内置在他们的代码中，但角色本身其实不存在，除非幽灵启动它。世界本身也是这样，实际上不存在，除非幽灵启动程序。程序，世界机器，一台在舔舐幽灵的电脑上运行的宇宙模拟器。我们现在都在这里面。所以我们不是真实存在的。哦，但你是，这也是你如此重要的原因。程序最大的缺陷是在它不能独立运行，它需要借助另一个宇宙的真实的人的精神创造能力。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一个梦，当你醒过来的时候，梦就结束了。感觉现在不一样的是，虽然不是 Nico 在看着我，可是是那个 prototype 他在看着我的感觉，就是这样子。到底有没有恐怖的事情发生啊？我到底要不要继续着 我的荧幕画面啊？但和梦不同的是，这个世界在舔舐幽灵所操纵的电脑中有一个物理的位置。为了让这个世界继续存在，舔舐幽灵必须要与你不断接触。如果幽灵结束了程序，这个世界就会进入停滞。那舔舐幽灵知道这点吗？当然，在幽灵看来，世界机器没那么特别，它与那些它在电脑上安装的娱乐游戏软件差不多。被你发现了，这边还有好几个东西。你不是唯一的游戏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由于限制取消了，他们也可以无数次重新创造世界。这些都与他们眼中电脑游戏的概念差不多。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？那我又拯救了什么呢？如果一切都是假的。哦，你可不要哭。虚假是无情的词，但而且为何舔舐幽灵没有告诉过我任何关于这些事情？我不能代表他说话。我只想回家，但每次幽灵运行程序时，我就回来了。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离开家这么久了。或许是吧。一旦你与世界建立了精神联系，你就不能中断这个联系，除非世界被拯救了。但此时，世界永远不能真正的被拯救。那是……你不要这样看我！为什么你要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？等等，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创造一个注定会灭亡的世界？为何你要一次次的把我带到这里？难道不应该是个善良的上帝吗？哦，
看来我们有点误会。天使尤里没有创造世界，尼可。啊？天使尤里只是有一台机器，这台机器可以从现有的代码中生成世界。他们只有对事情有限的控制能力。应该说，世界是被另外的某个人所创造的，某个你无法想象的人。他也并不想造成现在的局面，但很多东西出错了，出现了他从来没有预料到的信号损坏。他在不断地蚕食这个世界，慢慢地变成一团糟。即使你带回了太阳，它也永远不会消失。就是那些方块，对吧？这是来自我以前的记忆。那么你知道要小心什么了？创造者可能知道原因，但他也不能做什么。直到现在，你最终找到了我。嗯？你来到这里是因为他的帮忙。哦，我猜这和那本日志有点关系。是的，看起来他想做最后的努力来修好它，而且他可能需要通过你来做。尼可，你记得怎么样到格林吗？无论你在上次旅途中做了什么，你现在也要坚持做。我记得有艘船，更确切的是说是修理一个能驾驶船的机器人。好，你就去做。但那艘船的机器人那里有一些方块。那你无论如何都要需要再找一艘船。Baron 到处都有很多机器的零件可以进行改装。你似乎很激动，这有些讽刺。知道所有事情都不是真的，确实让人感到有点没有意义。但你真的想回家，是吗？是的，但我怎么知道这又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徒劳？因为这次的旅程会是最后一次。创造者在集合所有东西，准备孤注一掷，那个念掷吗？孤注一掷。这以后不会有足够的内部资源，天使幽灵来生成另外一段旅程。现在就去找艘船，但请一定要小心。那你呢？我稍后与你在码头见面，要先处理一点事情。好，所以并没有我想象中的会有奇怪的东西跳出来，所以。好。你还好吗？我针对终端尝试的所有办法。是你。你就是坚持要住在矿区的机器人，不是吗？我的朋友告诉我，要是遇到你的话，要我留意你。我也是。你的朋友在你们上次见面时给了你一些东西，能让我看看是什么吗？等等，你知道琥珀的事？我刚只是想看看，对吧？没错，他在这里。确实如此。他看起来信任你，所以我也把你当成同谋。好的，请仔细听。在 Baron 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你需要陪伴在救世主左右。我预设到不久的将来会有高强度的方块粒子崩溃。不可能。可能。有可能救世主附近的建筑都会受到影响。这可以预料是比之前更加危险的朝圣之旅。天使幽灵与救世主需要得到他们所有能帮助的，所有能获得的帮助。了解。好的。我们要赶紧回去了。即使没有方块，矿区也不是个安全的地方。快点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好，等等，我想问你。他离开了。要是你想问他关于不真实的事情，还是算了吧。这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困境。事实上，我觉得他们甚至都不能理解他。
为了你着想，你最好假装我们从来没有这次的谈话。这世界的居民陷入大规模的混乱时，会对你不利。好的。等等，那你呢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次交谈，记住了吗？好吧，走吧。啊！我记得在塔楼发生了什么，我做的事，以及你是怎么经历一切的。我们一起的经历了这些，即使它只能运转一次，你还是成功回来了。你是怎么回来的？你是怎么把 Nico 带回的？而且你还成功的打破了界限，将 Nico 带到了从未去过的地方，是他，对吗？而现在，Nico 很沮丧。回到那个房间之后发生了什么？ Nico 知道了什么？ Nico 很沮丧，我能感觉到。我告诉你要回头的，天使幽灵，但你选择相信那个男人而不是我。不，甚至不是相信他，而是他的书，他的幽灵。诶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，人们都不是真实的。 Nico 很沮丧。哦，我也。而 Nico 是不不不不不不不，等等等，一切都是错误。等一下，靠靠靠！等等，我是否需要全音？我的灯，刚刚画面又震动了一下。灯，等我一下。好，矿车，地震，后面的隧道崩塌了。不。我们要怎么办？我等等，出口刚崩塌了，是吗？唉，我就知道会这样，虽然比我预料的还要突然。你们俩跟我来。去哪里？出去。好，看来好像没事的样子。妈，我现在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弄这个了啦。我们不能再用它了。好的，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了。在我的电脑的终端口后面有个紧急出口。我们不想任何人偶然发现这条路径，所以终端大幅加重。通过正常的方式无法移动它，但在我们共同努力下，可以稍微移动它。有可能，我力气没那么大。我的力气也没有那么大。如果这样没用，我们可能需要在周围挖土，然后你应该问一句的。他超强。哟来吧，炫耀。哇哦！我甚至不知道这个通道通往哪里。你要是不在这里徘徊，我会很感激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是服务器机房。这条路上没有任何数据，它是新的。Nico， 进入矿车。好的。